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主成神寄送第二首，诸众生根各差别，佛系了之无有余，妙言宫殿主成神，入此法门心清晰。这是妙言宫殿主成神的赞颂，也是他的修学报告。在前面我们看到啊，他主修的法门是知众生根，教化成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啊，注了八个字：应病于药，令得复心。这八个字跟他所得的法门可以说是完全相应。来提醒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修学啊，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才有办法成就。佛法常说，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啊。换一句话说，教学要想教别人呢，先要教自己，自己都没有教好，怎么能教人呢啊。现在教育出了毛病，毛病出在哪里呢？不知道啊，实实在在讲呢，就是教学的这个老师连自己没有教好，如何能够把学生教好？毛病就在这个地方啊。啊，那我们学佛就知道了啊，一定要晓得自己是什么根性。遇到高明的老师啊，高明的老师他能观机呀。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几十个学生，他教学的方法不相同，不是一个方法。这个老师真善知识啊，就跟那个大夫一样啊，应病于药啊，不是那个处方做好了卖成药啊，卖成药不用关机啊。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做老师的人也都是卖成药啊，修行的人呢亦复如是，不知道关系。那个药不是因病而配的方子啊，拿别人的方子，拿陈旧的方子啊来照吃。那运气好呢，你还没什么大碍事。如果运气不好啊，那一吃不但病没治好，那加重了啊，甚至于要死了。药不对症，全是毒药。法要不对症呢，那是害死了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
在一切法门里面，我们选择哪一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确确实实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程度，适合自己生活环境，哦，这样学起来就很方便了，容易成就啊。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不知道了，那我们的吃亏就大了，时间浪费了，功夫浪费了啊。每个人根性都不一样啊，但是大致上来说呢，我们相差悬殊不算太大啊，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共同的科目，世尊早就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根性，在那个时候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处方啊，这里有个后人做参考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严持戒律就能够正果。下法时期禅定成就，能修禅定啊，就能够大彻大悟。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老师念佛了，往生的人很多啊！啊，我们生在末法时期，是末法时期的根基。我们选择净土作为共修，决定没错。啊，但是要晓得，净宗法门，祖师大德常常讲啊，正住双修啊。如鸟两个翅膀，车两个轮一样，缺一不可。什么是正修呢？《无量寿经》三辈王生品里面说得很好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正修。弥陀经上所说的这持名号，一心不乱，这是正修啊。什么是助修呢？助修就是怎样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帮助我们呢这个念佛功夫得力啊，帮助我们成就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都要有一些助修的方法。那么对我们这基本上可以说共同助修的科目，共同的决定不能缺少的，敬业三福啊。啊，这助修的科目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都是属于共同空，共同住修的空。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啊！这学做人呢，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没这个道理啊！要做佛，先学做人。啊，这四句话是做人呐、啊。人做好了，学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学佛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不学小乘，而学大乘，无有是处。这是都佛经上讲的，没这个道理啊。啊，学小乘先要学做人，啊，做好人，然后才能学小乘。小乘学好了，再学大乘。第三条就是大乘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劝进行者是化他，前面是自心。自心化他了、啊、这是我们的共同科目啊！啊，所以在学界，我跟同学讲了，在家同修是无界十善，作为我们念佛人的助行啊，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行不善，佛念得再好也没法子去。那为什么？这个条件不符合，那个地方都是善人，我们不善，要到善人的俱乐部会被别人排斥啊，他们不能接受啊！阿弥陀佛欢迎你来，阿弥陀佛底下这一些学生大众不欢迎你了，这个也没法子啊。所以你要晓得，佛欢迎你，每一个大众都欢迎你，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人和。我们在现前就要学习，常常反省啊，在任何场合你都能受到别人欢迎，都受到别人爱戴，你做人成功了啊。如果你在在处处人家对你侧目而视，不喜欢你，不愿意跟你接近，你失败了啊！学佛从做人开始啊，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一定要认真去检讨反省啊！为什么有的人被人讨厌，有的人被人欢迎？我们看不到自己，看别人，看了别人再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我自己有一些人在我面前啊，对我还算不错，你要明了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什么原因对你好，什么原因对你不好，你不想想怎么行呢？然后你才发现呢，那是真的是假的。
啊，我有一个老朋友，这是最近的事情，年岁很大了，啊，我劝他落叶归根呐，这是好事情啊，但是他离开故乡太久了，60多年了，一个架子了。家乡人地生疏，真的是少小立乡老大回呀！啊，家乡还有一些亲戚已经很稀少了，多半都是陌生人了。那么你总是有个根，大家呢还会照顾你。如果你要又不在了，你的妻子儿女也回家去了，你在大家会照顾，你不在了谁照顾你？就把你当成陌生人看待了。这个是人之常情啊，自古以来，中外都不例外。所以，建立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了。啊，那么他在海外住了这么多年，已经在海外建立他这个邻里相当朋友的关系了。所以我的话就不再说了。从这些地方，我们自己也想想。现前我的身边围绕这些人，他们用意何在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们想得到些什么东西，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佛要学做个明白人呐，不要做个糊涂人呐。糊涂人是凡夫，明白人是佛菩萨。啊，所以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根性，先把自己调理好，把自己教好，然后再观察别人，再帮助别人。自己没有调理好是帮助别人，佛讲的没有这个道理。这是多么重要啊！啊，所以自己每一天呢都要反省，要学古人，天天反省，天天知过。天天改过自新，这个人有前途啊，这个人佛光常照他，这个人鬼神帮助他，啊，所以我们要拿行动才能感动诸佛菩萨来应呐，啊，我们求感应，我拿什么感？一定要拿善心善行干，啊，善心善行，说老实话，就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心，改过自新的行持，这样感动就快了，真的是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佛。知道自己的根性啊，修行功德圆满了，所以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太容易了，啊，自己的经验太丰富了，
啊，从前我有些什么毛病，我是怎么改过来的？现在遇到别人有这个毛病啊，我就很有把握，很肯定，毫无疑惑地告诉你，你用什么方法啊，你可以能够改过来啊。佛悉了之，无有余啊。啊，完全明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就对了。啊，那么佛往昔改过自新的方法他都说出来了，全在经典里面。古大德怕我们后学看不出来，为我们指点出来。禅是佛心呐，律是佛的行为呀，教是佛的言语，所以佛的身与意三业之行就在这个经教里头嘛。大藏经是完整的，任何一部经典，不论是大部是小部，都具足这三个部分啊，你仔细去观察，决定有戒。有禅，有教，佛的身语意三业全在其中啊。啊，这部经更不必说了，大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戒定慧三学具足啊！啊，同学们常常念的《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的经文几乎每一品，这48品，每一品都具足戒定慧三学。都具足文思修三会，连经题都不例外。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讲的果德了，清净平等觉是讲的因行啊，我们因地上就是要修清净平等觉，清净戒学啊，是佛的身心呐，平等是定，是佛心呐，就是禅呐。觉是佛的智慧啊，幕后那个经是教啊，是佛语啊。身口意三轮教诲妙言宫殿主成神，他看出来了，他体会得到了，入此法门心庆喜庆悦。如就是正德啊，这个法门是如来果地上的
成就啊。他证得了，那就是他证得像诸佛如来一样无上正等正觉啊，佛谢了之无有余，他也谢了之无有余。从这个法门圆成佛道啊。再看底下一首啊，第三首，如来无量劫修现，护持往昔诸佛法，一常成奉生欢喜，妙宝成神悟此门。这是清净喜宝主成神他的赞颂，他的报告。在前面我们读到的他所修学的法门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他主修的课程是常欢喜的常欢喜，令一切众生受诸佛德解脱门。我们看他的赞颂，应当怎样来学习？首先我们如何成就自己的常欢喜心、大慈悲心呢？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即使是三途地狱、阿鼻地狱，也绝对没有一丝毫厌弃的念头，那就常欢喜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做很坏的事情啊，受这种惨不忍睹的报应，应该用什么心来看待呢？用慈母的心来看待啊，这个小孩犯了错误啊，还是要想方法去帮助他了，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改过自新，不可以说把他放弃掉啊！啊，这个小孩不好，把他开除掉。不要他了，这是失败的教育啊！如何能帮助一个人，一个恶人变成好人，变成善人？一个为一切众生讨厌的人，把他变成呢令一切众生呢欢喜的人，这个教育成功了，这才叫教育啊！佛是大教育家了，啊，世出世间第一人呐。他所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心心所念的、所思所想的，是普遍令一切众生受福的，享受啊！怎么样
能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都享受福德，不为自己，心心念念念一切众生啊，真的跟慈母念他的子女一样啊，如何叫他的儿孙个个都享福啊，都得福报啊。我们看赞颂里头啊，他是怎么样教导的啊，如来无量界修行啊，护持往昔诸佛法，如来无量界修行，修的是什么行？当然这个行门里头无量无边，它有一个总纲领，这个总纲领就是护法了，护持过去一切佛的教法啊，教理行果，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在前面长行里面，因为清凉大师住也住得很丰富，引经据典啊，为我们说明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弘护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道理事实一定要清楚啊！啊，这个道场，佛陀教育协会会长，这里面的董事、干事、啊，义工、同学，都是护法。哪些人的弘法呢？讲经的在此地是弘法的，听经在此地也是弘法的，每一天在这边念佛的那也是弘法的。啊，我们这个说法恐怕大家还不容易体会，哎，讲经是弘法的，这个没问题，啊，大家会点头，会承认的。听经也是弘法，这个就不太懂了。啊，听经是自利利他了，利他不就是弘法吗？啊，你坐在这听经，你怎么理他呢？庄严道场啊，讲经说法这个道场，如果听经的人数很少啊，只有几个人听啊，座位空了许多，会让听众啊信心丧失了所以这个初学讲经戒淫初机听众里头影响中他就是弘法当机中得利益了，影响中是弘法了，影响中是老修行啊，这个经他也会讲啊，甚至于讲的比我还好啊，哎，他坐在底下听我讲，
让这些听众们也看到，哎呀，某人都在那里听经呢，这个法师大概讲得不错哎，不但增长了他的信心，他还会劝别人，他的是朋友亲戚朋友劝他来听，他不就在弘法吗？啊，不需要自己讲经，我来听，我介绍一些人来听。过去我在台北啊，影响众不少啊，都是一些大德的老居士啊，他们学佛几十年了，我才刚入门啊，他们对我很爱护，我每一场讲经他们都来听，连我的老师都来听，难得周邦道老居士啊！啊，他不但听经，他还在做笔记，真正是现身说法嘛！啊，有一年，我参加大专佛学讲座。啊，这个讲座在这个善导寺旁边中国佛教会那个大楼上，啊，道安法师主办的，请我去当总主讲。每一个星期天在那边上课，南亭法师来听，老法师，我初学佛的时候。我听他讲经啊，我跟他很熟啊，啊，那是做居士，他讲《金刚经》，每天晚上开讲，我记得很清楚，我只缺一堂课，啊，连续讲一个多月，我只一次缺课，所以他对我很爱护，我是他的忠实信徒啊。我在大专学讲座上课，他老人家来听啊，这些大德长者我们都懂规矩啊，有他们在做一定先向他们顶礼啊，然后才深坐讲经啊。老和尚知道所以他什么时候来呢？我上了台之后坐定了开讲了，他老人家进来了啊。那么我这个经一讲完了，我还没起来他就走了啊。我想跟他打个招呼顶个礼，这个机会他都不给我，每堂课都来啊，我很感激他了，这是影响众啊，让这些学生大众看到了，哦，南亭法师都来听讲啊，这是在台北有名的讲经的老法师，那老一辈的呀，啊，周邦道是老一辈的居士啊，啊，那个像赵牧林居士。啊，都是老一辈的居士，他到这儿是弘法啊，弘护啊，通通都做到了啊。所以听众里头啊，有护持是有弘法。兼而有之啊，护持往昔诸佛法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了我们这个世间，为我们大众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说实在话，
他是护持往昔诸佛法。清凉大师在《华严经》这个经题里面，那个所注解里头啊，说得很明白。释迦牟尼佛49年没有说一句佛法，告诉我们学佛要谦敬啊！孔老夫子自己说，他一生没有创作，都是说古人的，述而不作。孔老夫子啊，都是叙述古圣先王的教诲，没自己东西。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诸佛的佛法，故佛所传留下来的，不是自己的。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古佛的法从哪里来的呢？从真如本性里头流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已经证得真如本性了，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跟古佛的时候一模一样，丝毫不差。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我们从自性里流出来的时候决定跟佛经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时候经典对我们起什么作用呢？印证我所起入的境界跟诸佛如来入的境界一样不一样，拿经来 对照一下，果然没有错，自己去晓得了真的起入境界了。如果自己心里面所体悟的所领会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我们所悟的是有偏差。不纯正啊，要赶紧修改啊，要从头来起啊，这就对了。我们在这里这个不能不懂得，不能不认真学习。佛教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语，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这十善业不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说的，过去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很客观地说，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也没错，说释迦牟尼佛秉承一切诸佛所说的也没错。释迦牟尼佛自己依教奉行，这是护持往昔诸佛法。我们如果学了没有去做不能够落实到我们生活上，
我们就没有护持诸佛法了。护持啊，一定是依教奉行，一定是做出榜样来给别人看。啊，你能够为别人做榜样，你就成佛了。别人看到之后，一定有所感悟啊。他受了感动啊，他开始觉悟了，这就是化他了。他的善根成熟了，你就要教他。怎么样才能够切入境界呢？依教奉行。为什么诸佛如来是这样行的？要把性相、离事、因果融合成一体，就正果了，不能分呐！啊，我讲性相、离事、因果，就是讲一切万法，这是。一切万法就事出世间了，总纲领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万法归一啊。也有人在底下加一句了，一归何处呢？啊，这个叫打禅机了。万法归一，一归万法，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你就入不二法门了。不二法门就是华藏世界，不二法门就是极乐世界。念佛求生净土，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入不二法门呐！啊，不二，岂不就是一真吗？啊，不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的法身大士。天台家称分真即佛，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虽然是真佛，他的果证还没有达到圆满入这个境界，你才真正生喜悦心啊。这个就是啊，弥陀世界为什么称极乐？极乐就是此地讲的得常欢喜。一切世间苦永离了。这是世尊在十善业道里面啊，十善业道经里最重要的一段开始，修十善业的总纲领。修十善业的总方向，
佛讲得很清楚啊，能断一切世间苦。一切世间是指的十法界，不但指十法界，还包括一真法界里面41位法身大士，事出世间法全包括在其中。你看看这个方法要不要紧啊？什么方法呢？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这个善法广义的讲，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佛所说的一切法，至善至法了。啊，孔老夫子、孟夫子说的都是善法。常念，常是不间断的，日夜都不间断的。常念是心善的，你的心纯善呐、啊，思维善法，你的思想善呐、啊，起心动念善呐、啊，思想从哪里生的？你根生的，常念是根，是心，观察善法是你的言行善，你的行为善。这个样，当然这个善法念念增长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世尊幕后提醒我们，不可以有毫分不善夹杂在里面，这样才是真正护持往昔诸佛法。我们要做啊，我们要把这句话呢，一定要牢牢记在心头。啊，一常成奉生欢喜，这也是我们心呐、啊。成是成思，奉是奉行，一教奉行。啊，果然能够一教奉行，生大欢喜心。这个欢喜心不是外面刺激的啊，不是说你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欢乐的事情你生欢喜心，不是的。这个欢喜心是从自性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欢喜心是自性里的本具的，我们这个被烦恼盖覆出来了，欢喜不起来了，烦恼统统断尽了，一切时一切处，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一团欢喜。啊，《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一常成风。就是学而时习之，生欢喜不亦说乎啊！你们看看如跟佛能不能合起来？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中国佛教。把小乘固执了，不学小乘了，直接学大乘。什么原因？用儒家的
教学代替了下沉。所以从前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没有不读孔孟书的啊，最低限度四书五经啊，五经不一定全读，四书是肯定全读啊，代替了小乘了。以这个为基础，直接入大乘，一点问题都没有。实在讲呢，这很适合中国人的根性，起中国人的机。啊，中国人用这个方法直接入大乘，比读小乘经还要殊胜呐！啊，还要圆满呐！这叫护法了。入佛都护了，一切圣贤的法我们通通都护持了啊，护一个圣人的法，一切圣人的法全都护持了啊。为什么呢？所有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嘛，目的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看菩萨在此地令一切众生受福德，不就是离苦得乐吗？一法修成功了，法法都圆满了。这是清净喜宝主成神，他从这个法门悟入的啊。在这个赞颂里面，虽然文字不多，纲领全部提示出来，教导我们应当认真努力的来学习。我们也会从这个法门呢，契入无上菩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